月十一号晚，岳云鹏在微博晒出自拍照为自己庆生，配文道：“白羊男生日快乐。”照片中，岳云鹏穿着连帽灰色运动衫，胡子剃光光，皮肤白皙有光泽，眼神无敌温柔，脸看上去也比平常小了一圈。网友们看到后，不仅纷纷为他送上祝福，还不忘打趣道：“岳宝宝三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岳哥，相信自己，你有一天会长成自拍里这样的。”请问如何做到了用了美颜相机以后眉毛还在的？你们也太皮了吧！观众们就不要戳穿我们小岳岳自拍还开启了美颜十级这个秘密了，好不好？芒果捞新闻，小岳岳生日快乐，永远快乐！报道。